看一下就是有关于 Flash 的这些所谓的范例的资源，因为其实我相信老师，我们教科书当然都会有，你买那电脑书当然会有些范例，但是除了这些范例以外，你还可以到哪里找？网络上在哪里做？哎，您看一下，像这里，这里就有上千个，是我部落格上有介绍。好、哦，如果您到我的部落格，可以看一下，在我左手边，我帮他稍微分类一下，叫做设计资源，在这里。好、哦，设计资源里面有蛮多的。啊、哦，其实说真的，找一些图也好啦，找一些，比如说老师刚哎，你可能比较少接触这种向量的，实际上有一些向量的图库。所以你如果现在问我会不会设计，我都说我不会，因为我只会找人。哦，我就是找那些我不会做的。好、哦，因为很多其实他们都有分享出来，那当然我们尽量找的就是合法的啦。好、哦，合法你可以下载，好、哦，你就找尽量找那种商用信息的这样。在分享上就不太有问题哈、哦。那么像刚刚老师有提到那个 Google 那个 HTML5 的，像这个，这是用 HTML5 做的，就不需要用 Flash。嗯，另外这个也很好用，呵呵，老师在做影像处理的时候很好用的，好、哦，直接在云端上面做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哈、哦。首先你看到这个有没有？这个网站，这个网站呢，我刚刚已经把它打开了，在这边，在这里。您看它左手边有没有都帮您把它分类好了 ？3D 的就 3D 的，对不对？动画的就动画的，您要做什么按钮的、直观的这些的，游戏的有影像特效的，好、哦，那做简单的，还是说很多人他想要做，比如说像您在 iPad 上，或者一般那个手机现在不是有让滑过去滑过去的那种效果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翻页的效果，那这边其实都找得到。那这个呢都是免费的，你就直接下载下来就好了。他会告诉你说他是要哪一个版本哦 ，HTML3 做的还是 2.0 做的，然后是哪一个版本的 Flash 做的。其实不一定要用 3.0， 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当然现在慢慢 3.0 会那个范例会越来越多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个也很好啊。你看像这个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手机上不是像这样翻来翻去的吗？那么在 Flash 里面也是这样，而且你会发现像类似像这样子的。这种所谓的相簿的功能，你连飞机都不用开了，开飞机干嘛？文件已经写好了，要怎么读？用这个。老师有没有在用这个 ？SML， 也就是说，把 SML 它是一个文字档，把它当作好像资料库一样。今天你照片要增减，从那里面做就好了。这个是 Flash。只是一个播放程序，但你了解的话，所以用这种方式，你看我在维护这就比较简单。好，你今天要增加，我就把它放进去，甚至你也可以跟资料库真正做结合。好，等到有新的之后，我就把那个 HTML 把它改变掉，这样的话就快很多。所以我们现在最常干的一件事情就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因为你每件都是都要从头开始。说真的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厉害。但是我可以先找到别人已经先做好很多很优秀的范例，我们来做就快很多。好、哦，那当然如果你会改那是最好，可是我们不会改的时候至少我会应用。好、哦，因为开发有开发的人，但是应用有应用的人要用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它就在 loading， 好进来了，阿米，对吧？对吧？只差在没有触控萤幕而已啊，有触控萤幕我得滑过去啊。好，就像这样子啊，所以其实这样子都一样，好，都一样，所以这个您点下去它就变成一个连结。好，当然你要再炫一点的当然也是有，那么你透过这个方式你会发现说，哎，我要下载，你看这边，这里有没有download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，而且各位老师，因为你有看过创用信息的嘛。请问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姓名标示对不对？但是可不可以用在商业用途？我最喜欢这一个，因为可以用在商业用途，而且可以任意修改。真的啦，这个是可以任意修改的哈。你说我是有一个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好像一个斜线还是什么，我忘记了。那个就是叫做什么？不能商业使用啊。嘿嘿，不能塞着。比如说我研究用是没差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我想，老师经常找这种，是不是就一翻两瞪眼，我们也不会去侵权嘛？
那这样就没有问题哦。所以这样的资源呢，真的蛮多。另外，您看这边也有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要看这种翻页的啊 ，demo 一下。那个部分哦，这个部分不是用 Flash 做，而是用那个 Google 有一个叫做 Picasa 有没有？那个相片管理软体，它是它的一个就是那个叫做 Plugin。所以你看这样翻，有没有？这样翻就翻过来了，这样大概了解了哈、哦。它就跟你滑鼠动，跟你滑鼠动。好，那它里面的这个效果真的其实还蛮多的。你看到这上面哦，这也是我在部落上有贴。比如说你要翻书有没有？现在不是很流行这样翻书吗？那翻书写飞机好吗？好烦哦，超用没开心啊。好，那这个呢真的蛮多的哈、哦。你看到这么多这个些内容，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用它。好，就看你怎么用它。那么这些我们看过了之后呢，你看到、哦、这里这个网站被挡住了。去不了。事实上，老师您可以查一个单字，就是用一个关键字，叫做什么？这个 template 对，通常因为样本有加 S 啊，啊有加 S， 那当然我们强调 Flash 嘛，你可以加上这个，你就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。好，今天不管你是刚那种相簿，还是说我是整个网站用 Flash 做的也好，还是说局部的是 Flash 的，都有很多。现在就是说资源很多，那我们学习的速度也许不够快，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些方式找到你学习的资源之后再来做，可能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那些范例也许能够应用的就会更多，因为一般书里面的通常那范例不会准备那么多了，那有时候老师要自己画也麻烦啊，那您就可以找这方面的东西哈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这个，这个难得有中文的，这个是做什么、哦、它不是完全免费，但是呢，也就是说你要做 NV 的话，其实你看对岸也蛮多人在做这种事情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剧情自己先选好，照片准备好，上传上去，随时就做好。追求影片就做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这个好像可以过去的，在这里，这个有没有？你看这边，你就选一个啊，你要哪一种的？还在跑，就是这些都是人家有做好现成的，有没有？那你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，在线上直接做一些简单的修饰。好、哦，那把照片放进来，然后这样就变成，你看我们在那个体验上，不是很多人喜欢播那个认字的过程啊，啊，选好出去玩的过程。那你用 Flash 放在网络上是不是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像这个，你看它就给你很多范本的选，好、哦，你看那个我全部一波现场，哎，这个比较台湾的比较贵啦，啊，甚至爱情的，但是我只来讲它有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你可以还有看到有没有唯美浪漫型的、啊？因为说真的、啊，其实你给婚纱公司做也蛮爱惨的，对吧？哎呀，但有的他就会比较喜欢，你看，人家都帮你做好了，对不对？结婚呢，其实这个代志还不会有没，那我一般做这个，好，还是老师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，所以没有。好，开玩笑，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。那另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，这个就是。照片上来的，哎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你如果要放在线上的，我记得是免费的啦，但是如果你要下载，就是要钱。哎，那个放在上面就是跟人家分享的，有没有？那、啊、你可以一样，其实这两个都是刚刚雷同的，好、哦，都是雷同的哈、哦。你可以选择适当的范本，然后就进去，好、哦，就直接套用。那这个呢，做好的当然都是 Flash。好，都是这一些哈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如果老师像刚刚老师有提到那个绘声绘影那种，把Switch拿到绘声绘影利用，对不对？也可以。那么像这个呢，就是线上直接做影片的。很多老师事实上都有什么 Facebook 账号，对不对？我就用 Facebook 账号登录一下就好了，就可以用了，不见得要注册。好，那你在这边呢，
你 create 只要是30秒以内的编辑啊，你看有没有很多范本，对不对？也许老师都有用过绘声绘影啊，或者微粒陶冶，他们上面不是有一些范本吗？但是那些范本用久了，总有一天给你用完嘛，你不好意思每次一直重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找找啊。当然 Pro 的是要付费的，不过其实也还好，那价格都不贵，几块美金而已。好，那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当作是我的另外一个来源素材。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应用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那应用这么多的情况之下，你如果我们做飞机也是要整合啊，好，也是要把一些东西整合进来，先不管是影片相片，那么像我刚刚跟老师提过 Adobe Affiliate 就比较像做这种东西的，它是做所谓的片头用的，好，片头用的，那你透过这个方式你会发现说，诶，其实你只要选好范本，然后假设你要30秒以内的，点一下它就三个步骤就完成了，严格来讲应该是两个步骤了，因为第三个步骤是它在做的。好，你看第一个步骤把照片或影片放上来，你也可以选它送你的范本，或者直接从 Facebook 还是其他网站上直接抓过来都可以，再来选好你的音乐，最后就放上来，很有干单哦。你可以打中文哦，不过中文因为它只有记名起来，所以大部分我们就30秒内登记，所以这边你看这是它那边送你的，你如果要比较浪漫一点，对，那我按 Ctrl 键，我就可以把这个选好，有没有？做的方式调整一下，对不对？很像那个剪接软体吧？嗯，那你要再增加可以装，这边可以打字，真的是可以加中文的哈，但只是没有太多字型。那么音乐你就选择一个，你可以自己上传，你可以自己选哦。它从里面有一些那个音乐的范本。好，如果你要 romantic 的，猎人选 play 出来。好，如果喜欢 play 的，好。Select 就可以的。好的，现在就 finalize， 有没有？就这样可以啊。啊，你有干单吗？ Continue， 然后他开始做了，你给他一个标题就好了。然后你的缩图你要用哪一张？ Create， 他就说我现在帮你制作中，等做好了就寄到你的信箱。不是寄到，不是把影片寄到你信箱，是寄那个连结给你，你再连到上面来。来看你要下载还是要发布到 YouTube， 还是要直接放在他网站都可以。今天啦，我有说过哪一样呢？所以你看像这样的资源有没有很多？哦，所以其实说真的，这个你看这个是正在产生中，这里就这个昨天稍微试一下的，这个就做好的。自己要做的这个效果难吧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你现在这个做好了，你看这边有没有当漏，或者你要分享？假设你要当漏，他就问你，你要当漏到哪边？如果你 MP 过247的这个免费啊，但是这个要付一点点钱，这不当然不是台币嘛，台币现在一块钱，第二印象都不太想捡，有没有？我，哎，这是美金啊，这样100多块也还好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所以你如果要分享一件的，就是看你是把这个语法扣进去，跟我们一般现在网页的分享方式都一样啊，或者是你要 share， 你要 share， 你就可以选择我要不要抛到这边，还是你要抛到别的地方去，给人家一个网址连过来看也可以。好，我想这边就是说给老师看一下所谓的学习的资源啊，这些翻译的资源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您 Flash 里面的内容，因为现在 Flash 慢慢的不再只是说好像只有向量式的动画，对不对？好，也有可能有影音的把它加进来，那所以等于说你的 Flash 有点类似像就是一个多媒体的总会的啦，虽然说我们很担心 iPad 不支援啦，但是没有办法啦，反正以目前来讲至少它是饼比较大块的，那我们还是可以用。那以后如果说像这个 HTML5 之后
也许可以再更多的应用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或许那个叫什么？Flash 也许就慢慢淡出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样看过的前面这个部分，请问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些资源的部分哈，还 OK 啦哈，但只是说他有没有看过而已。